缘拄着你。一年一年又过去，无好的代志应该放袂记，事事着看开，每日笑眯眯，生命唔通浪费，健康是第一，人生 happy， 健康是第一。世间若有爱，甜蜜甜蜜蜜，世界有你。在好运气，有我有你，实在实在 happy， 人生 happy， 健康是第一。世间若有爱，甜蜜甜蜜蜜。世界有你，实在好运气。什么？你两个当着父王面头前，卖拜父王不客气啊！父王。这是我的事。父王，我求你别意思啊！只要你若答应我，别甲怀疑见面，我做袂到。你，金妹，我看你阿爹已经气甲气消啊，你赶紧带老海离开。啊，不，父王，你话你讲强。其实我唔是啥物变魔术的大师啦，我是济公师傅的徒弟高追。嘿嘿，父王啊，你知影这是啥？这是阮师父济公神师送给我的玉葫芦，内底底是伏魔酒，专门对付妖魔鬼怪。你是袂当乌白来啊！咱一杯一杯恁哦，收班啊啦，回去才管。哈哈哈，好紧张。好，你来嘛，你下我意，下我意，来来来，干杯干杯。这苦搁不哩熬啉，好佳哉。呀腰子腰，啊抓着巴肚腰，哎呀！你敢欺骗不龙？嘿嘿嘿嘿，龙啊！我是跟你讲生笑的啦，你别喊你进来上班了。你真敢骗人！我操！哎，我操！哎，怕袂着，怕袂着，咪咪！哎，咚咚咚咚咚咚的！哎，无啊，龙啊！啊，你一个老大人，啊，欺负一个囡仔屁，讲会得过哦？根本哦，都唔是啥物英雄好汉啦！人叫你做官，硬啊输！袂用，我袂当甲伊硬断的。阿无，我一定输甲稀得的。哎呦，红啊，有血啊，莫安尼啦，受气哦，对身体无好啊。啊，其实哦，我甲你讲过，你知影无？我一开始哦，无赞成哦。啊，你查某囝甲老海做伙啦，因为一个是人啊，啊一个哦是妖啦。啊，人甲妖无可能做伙对无？我一开始拢反对呢，因为哦，啊人甲妖哦无可能做伙啦。结果哦，我看到因的感情哦，真正让人感动嘞。讲啥物石头缘乱海最大，你无给我无错啊。啊，我真互伊爱情哦感动着啦。啊，唔则讲哦，我哦反倒倒来支持因啦。所以哦，我即马绝对要甲伊停伊个底。啊！你真正黑白来是？太安尼啦，好啊，有话啊，莫你起甲动手，讲作一遍嘞，生气哦，对身体无好啊，这人来啊，歹斗阵啊，怎办啊？其实哦，我有一个秘密哦，甲恁查某囝有关系，要甲你讲啦。阮查某囝有啥物秘密？赶紧讲啊！这个人哦，生气起来这歹面相，我哪会敢讲？较笑，较笑，好笑。啊，你今天较安怎？我感动啊！我想讲哦，人甲妖拢甲款拄着亲情哦，莫当使人感动。一个妖怪为着你做假较笑的，嗯，
感动的了。哈！为什么搞拖时间哦？你的人哪安尼啦？人都感情丰富啦。哦，你无给我看煞，我明仔偷偷讲给你知。啊！哈哈哈！头家，吼、哦，你做人哦，真正有够水气啦！讲酒啉汤海，都心汤海啦！吼、哦，都敢那一个字啦，爽啦！哈哈哈！啊，是讲哦，啊，我原本啉酒是拢啉袂醉啦，啊，不过哪会即摆淡薄仔戆戆？哎，唔好变，十斤条，阿妹三哦，无半条。老公主，莫讲遐济啊，迄时候你啉无够，即届哦，啉一盎。哦。试看卖啊嘞吼。哈哈哈！啊，哦，头家，我来讲你这样哦，比他多遐搁较赞。我干杯。嘿嘿嘿嘿！啊！好酒，好酒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过来，嘿嘿嘿嘿！小慧秀，你总算现出原形了。老公主，嗯啊，酒若是无够，阮酒庄哦，搁借济酒会当你啉。未来可以当成大概，我哩我哩，哈哈。啊，我给讲个，我来酒啊，真正毋捌醉过啊。你知别人叫我啥？叫小姐点啦，哈哈哈。因为啉酒哩，大概袂醉啦。你看，小慧秀已经现出原形啊！而且哦，酒嘛愈啉愈多，照安尼哦，一直流落。等伊清醒的时阵哦，咱早就已经摕到自焚宝珠啊！林红啊，你这招哦，确实厉害呢。等小慧秀哦，还袂清醒，咱今日去找老海啊！唉，这颗老海吼，唔知是走去倒啦。伊敢会已经倒去厝？啊，若无吼，咱去因家看卖啦。大兄，你看，讲人人教，头前迄两位，就是老海，甲迄只小狐狸。这里啊，这宝珠真正有效呢，老海一时啊就精神了。老海，你今麦感觉安怎？我无代志啦，是讲叫咩啊？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，是安怎？你会叫迄个妖怪货？你到底是啥？我要亲自听你讲，我才要相信。老海，其实我……两位又到见面啦，是你？我头早过烦恼讲，自焚宝珠下落到底伫咧倒，想袂到家己煞送上门啊！你又讲是啥？你认袂出啊？做人该霸点。替人躲罢了。我知呀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。你即马知影已经上万啦，只要恁乖乖将自焚宝珠交出来，我就放恁一条生路。马可良，金梅，卡这里嘞。我，你哪这里？金梅，金梅，你好，金梅。我回来，我回去。嘿，老海啊，你莫看蜘蛛山乱糊糊的哦，伊伫重要时阵会当甲你保护。我讲哦，这种蜘蛛山外啥哦？伊讲哦，这当保护我，莫对恁两只妖精啊！哼，会长感觉阮两只妖精啊，老海，你这戆面头，甲今未分清楚，你边仔这位姑娘真正是阮。不管叫我什么身份哦，拢不要紧。我介是了这么久啊，伊拢毋捌喊话过我啦。我无欢喜的时阵，伊会安慰我；
我痛苦是你的背叛我，就连我这毛性命危险，因为无国家的安慰要保护我啦。不管是人还是妖，我拢无要紧啦。既然都是你这两只妖精，我甲恁无冤无仇，现在一直要我低调调嘞。恁到底有啥物目的？是要对我创啥？我今仔日哦，无可能让你将我着救没啦。四月半也唔知影收啊，家己拢自身难保啊，搁讲你在创啥？老海，救没？你放心，我伫咧。哼，当甲恁交关以后，自焚佛珠就是阮的啊！啊！有人接无？接！有人接无？家人乱哦，我看卖。小姐的，我都看你有啊高点。当阮本龙的时间，本龙要找阮查某囝，甲你扯烂。你没走？等下，我还办。等几日？快！我那个叔来哦，我准备动手。这位叔来，咱是本龙的面头前，本龙阿母的金宝走啦。哈哈哈！叔，叔啊！你疯了？疯？真久无看咯。叔啊！你是咪偷走去啉烧酒哈？啊，无即摆再来，嗯。哎，这代志人讲起来话头长啊啦。我的任务完成啊。真正是乌干那地头油画地出，结果呢？哦，然后呢？哦，红啊！嘿嘿嘿，我拄只看到你一直站我肚底啊，啊，甲拍囡仔咧，还有拍爽无？啊，有教本无？但是我若出手，恐惊你就歹应付啊哦。啊，搁有啊，你莫看猫无点哦，拄只哦，我也未尽全力哦。地公师傅啊，不是我强自弱，是我来这要找回我苦闷宝珠，是你多点多管闲事啊！你做人的师傅应当明白是非才对啊！对啦，这件代志啊，我拢知影啦。无安尼啦，我答应你，向你保证，一直想办法摕到迄粒自焚宝珠，转来害你，安尼会使袂？此为公真。我袂讲白贼来骗你啦！哈，那呢？我个等这公司，你好消息。但即马阁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要先处理啊！嘿，嘿，哎，去死！这里，嘿，奶奶，你是安怎这尼好？一直牺牲你家己来救我，我根本都唔值得你安尼做。你才讲嘞，我已经做到安尼啊，敢讲你可唔知我对你的心意啥？我自从咱头一次见面的时阵，我就一直偷偷爱着你。我一直愿望一天会当甲伊做伙牵手。老海，老海，老海，我讲一件代志，让你彻底死心。恁两个永远拢无可能做伙。你是讲啥？因为你根本就无未清楚，你身躯边迄个姑娘啊，伊是啥物来着？舅妹，伊讲的，敢是真实的？安怎？这歹讲出嘴哦！我来替你讲，其实哦，伊哦是一只狐狸。舅妹，伊讲的，敢是真实的？老
不是跳过要骗你的。那呢？你惊吼？我甲你讲一件我惊吓的代志。你甲这只小狐狸接触伤久啊，伊身躯带有妖气，已经影响到恁厝内面的人了。对啦对啦，你赶紧转去厝内看卖啊！你阿娘哦，是不是搁活嘞？那是搁慢一卡步，你就永远拢看无恁阿娘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！小狐狸，你看，跟我讲的同款，伊那是知影哦，你是妖，就走敢那飞嘞。嗯，那不是你两个使啦。老汉妈咪就我这样抓紧。咱爸爸哦，拢是妖，我家境会当了解你的痛苦，你就看较开的啦。英雄啊，别甲伊附和遐济，咱先来入老海。九妹啊，你所有的代志啊，这公事啊，拢甲父王讲啊。九妹，人家要是我都谈恋爱，你爱知影，这种感情哦是袂结束的，你唔通阁执迷不悟啊！你爱知影，你自细啊。父王把你笑命命落在玻璃酒中心，不敢让你受到一点点的委屈。你若这委屈，父王我活得艰苦死。我看你还伤心吗？父王比你搁较艰苦。咱卖搁伤心嘛吼，咱回来。大叔啊，啊你唔是讲哦，老海甲小公主有夫妻缘啊？即摆咧出车啊哦！啊！搞搞搞！刚好穿衫诶，真正有影，即摆代志拢煞呢。阿伯啊，啊你著知影结果，伊就是安尼。嗨，咱即摆我去去老海因家啊，搁有重要诶代志处理啊，知无？来来，加油！九妹啊，你怎会这么清醒呢？自从你这个婚前过了后，你也唔吃也唔饮，还咧搁继续落去哦，你搁较深的倒去哦，你身体安尼敢会堪治？迄、那个欢迎对你来讲真正重要。父王冇讲过，欢迎阁无一个好诶。父王甲你考过遮侪遍啊，你偏偏唔听，要来折磨你家己。哎、欸，这里。你慢一点哦，你慢想救妹，我啉。老海，你不能做我代志啊，老海。自从咱读册起名时阵，我就一直偷偷爱着你。我一直盼望一天会能甲伊做伙牵手。不管叫我什么身份哦，拢不要紧。我跟伊实在真久啊，伊拢唔捌还过我啦。我无欢喜的时阵，伊会安慰我；我痛苦时，伊会陪伴我。就连我即马生命危险，伊也无国家的安慰要保护我啦。不管是人还是妖，我拢不要紧啦。我，人家妖是安怎会当做伙？我两个偏偏都互相依赖啊！父王，你去跟我讲为什么啊？父王该讲的拢甲你讲过啊，我应该讲嘛，拢应该讲啊，你该想清楚啦。
讲伫个台湾是真出名的神明，虽然互人红灯的印象，所常常帮助散起百姓治疗病痛。听讲，竟然连身上的仙卖当治病。迄个人得着鱼病，规个鱼拢积痰，药我拢食袂使。结果呢，济公辛苦搜索咧，搜一粒仙丹好食。迄粒仙丹一个食落了的时阵吼，吼伊感觉讲足好个。较外过一个济公降价出来，甲伊讲，讲头拄迄个济公假，摕迄粒仙丹垃圾仙，你也咧食，迄唔好食，迄食了安怎安怎啦？伊听到这句话，从啊开始发病，做伊气部遐个痰拢就溢出来，安尼伊个气病就好去啊。所以讲济公无形的力量咧治病，就是用安尼治个，唔是讲伊真正有啥物仙丹好用食。在我们的民俗中，济公的神丹妙药入神丹只是一个动作，是无形的，主要是要让信徒安心。若是身体有病痛，应该要去看医生才对。红色的玫瑰，出心交心蕊，奈何烦恼暗淡苍苍鸟如诗，全身满伤悲。花谢落，土落，水空甜，小丛无连枝。红玫瑰，红玫瑰，甘是天生欠水是天。好。